按在上面的地址去拿一个箱子，别被人盯上。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不能报警，只能听我一个人的话。妈妈，冰芒啊，怎么跟二货一样？做大事不能被表面迷惑，他在伪装。你怎么突然有这么多钱？是老板给我的任务。箱子一定要交到我的手上。你万一有什么不测，你的家人就是我的家人，你的老婆就是我的老婆。啊！做大事要忍得住一切。兵发云，敌不动，我先上。要不算了吧，我们回去先不绕了。做大事就不能轻言放弃。钱我绝认之路。娜娜被绑架了，见不到钱，这个炸弹自动爆炸。记住，做大事要讲信用。你的善良值得更好的回报。放肆！命可以不要，但是接下来的活儿一定要干完。干他们！这活真不简单。我箱子呢？你斗气吗？炸弹要爆炸了！这整活的手感就是爽。这是假钱哦，侮辱性极强。